植绒材质是一种特殊的塑料托盘，植绒表面涂有一层软质材料，使托盘具有柔软的手感，用于提高包装质量。软塑性特点：立体感强，色彩鲜艳，手感光滑，奢华高贵，美观温馨，形象逼真，无毒无味，绝缘防潮，不显影，耐磨，均匀缝隙。 植绒材料包装特点：该产品在塑料制品中使用和生产较少，但在包装行业中，塑料包装制品一般不用于底盒。